本所于4日上午7点14分获报于台九线 115.6 公里处发生一营车交通事故，现场为一名余姓男驾驶驾驶营业货柜一营车，过弯时因后方半拖车与母车脱离后导致撞击，对向北上之营业一营车发生交通事故，事故发生造成林姓男驾驶受困于车内，经警消人员抢救后送医救治无大碍，目前事故现场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中，请驾驶人行经事故地点时务必减速慢行，耐心听从警察指挥通行。